蓝夜中是以餐厅经营为主题的实境节目，开播以来口碑和收视率逐步上升，甚至冲上 Netflix 热播前五名，和其他热播韩剧角逐。该节目也在中国引起关注。中国近年来频频录制实境节目，其中中餐厅同样以餐厅经营为主题，已经连续制作五季，累积了不俗的人气和话题度。然而相似的主题不免被拿来比较，网友们表示，来蓝夜中有梗又真实，没有可怕的美颜滤镜，也不会安排豪华酒店给明星住。大赞台湾综艺的优点就是既真实又放得开，其中炎亚纶和鬼鬼的组合更是中国网友们的最爱，两个关系密切的好友，默契感十足的斗嘴互动，收获一众观众的喜爱。